来，阿伯讲几点？苏恩，三百块能。蛤蜊吗？蛤蜊的酥汤好吃的。来，一人一包三百，你阿伯能包了。一公斤这个鸡腿酥，每天能包，你不要价。来，这样给你包，五来三，小狼嘛。虾米油。这样一包五来包，我能一百五来，鸡腿酥一包没八毛包。啊，下去。他每天能包一包，每天八毛包。哦，谢谢。是什么？来，小哥阿东家后背来，麻烦姐来，小姐七个还是六个？六个。小哥阿来。 来，先，来，刚哥来，刚起来。来，这烧麦全归去了。OK啊。OK啊，无个人个了，来，要是烧麦的动作快来，一克也免两三百，我来一百。一百块来，三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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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
了。好，回客气，回客气。来，进来，谢谢。来，卡，鸡腿排来。一包没三包，五包来，两包好了。好了，鸡腿排，有来要叫。这黑龙的，黑龙的，这是搞卖叉叉。多起来，这要一包两。免两百百块了，一百五给我来，百五块。你们改叫黑龙啊，就对啊。这先修改啊。恭喜谁？有人要吃。Tiny 不对 ，Tiny。恭喜。好啊。来，要吃刘一，哦，这三号位票，刚好快点，老百姓叫三名。大笔的啊。三七的帮我找到吗？二两票，五百块，来三百块来，号位票来，卖三百块。他们吃号位票，这大笔的哦。三个人给吃，一盘，好哩。两个人给价了，两个客人买价了，三百块来。卖了。来不叫一票不？买单过来，谢谢。来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三百，三百二一票三百。台湾北两个人给恁这边买哦，来二一票三百，后面朱某也得啊，大哥要来看看。分羊肉的啦。好了，两个客人就好了。没有，你礼拜三再过来。没林还卖够了，谢谢阿妈的，谢谢两个，都没提啊。一个比较多的。来，阿妹吃鱿鱼来。来，还要吃泡泡的红啊！哎，这两块的。不要有点超时啊！是这啦，有点贵起来了。贵起来。没关系。哎，英俊，你不是都在门口这边吗？今天怎么会想到逃到我这边？来，阿妹吃鱿鱼来，三百块来。买两百块来。来，准备给我你啦，八块来啦，给你，给你，我切小片。两份来，美女姐两份。好来，鱿鱼买两百块来。来，加油给我。买两包，进来哦，动作快哦，鱿鱼买两百块哦，这个哦，好得意，来两包，进来三个关节，哦，搞会搞会，来两包，阿老拢看下未？来这样子这样子，来老多来，你做长辈，你插对行啊，好好记啊，来留意阿拢咩料哈。谢谢，再来玻璃鱼哦，哎，来美女姐六百，大好的，大好的，1.15公斤的，1.15的哦，来牛牛来，来虾子嘞，你也要，来黑胡椒牛牛要买两块哦，哈，中国宝贝啊，来要借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，不管几斤，但是两块九，两百块来，两块吗？这边的五呢？五包长包了，七包的，来的包。我帮你关在一起哈。五包长包了，七包的，把黑胡椒牛柳用炒的，炒洋葱就很好吃了。来，小李包买一尊皮。来，来，冷包包黑胡椒牛柳，还有人需要它吗？有了哈，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二娃月亮虾饼。来，月亮虾饼的月亮虾饼。来，要虾饼三个客人来200块，冷包包。来三包四包，来五包啊！不跟你起价啊，其实这站两块钱啊。哦，但是我就卖五包块、七块起来，两包过来，最后两块月亮虾饼，统统发了啊！月亮虾饼两包包，好，谢谢。大哥，你要月亮虾饼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两包过来，月亮虾饼拢卖了，谢谢。来记者罗姐，我还有没有啊？我还有。来七个客人，好，七个人给，别借两包过来。来几个？就喝起来，我招记者罗姐，超好吃的哦。来200块。两百块来，鸡腿肉全两百，两百贵也咩？一个咩尔啊？有啦有啦，我叫你。
所讲嘅紫藤捞肠非常好吃。嗱，自己杀我杀几只包，一粒鸡两百公，七鸡两百公，八鸡两百公，九鸡两百公，十鸡两百公。嗱，只能鸡嗰度，十二鸡两百公嚟，嗱两百块嚟，嗱紫藤捞肠，嗱冚哥嚟啦，嗱紫藤两百公嚟，快两块，嗱六百咯，嗱八鸡，嗱六鸡。来高鸡，来小鸡，来鸡腿肉卷两包，来九只，来九只，来十二只，来两百块都买到了哦，鸡腿肉卷有了哈、哦，那等一下再卖喽，哦好，谢谢刚前后移，回鸡腿杯来，来回鸡腿上诶，大哥来，来鸡腿来，一百块春节了，可以回鸡腿，有啊。大哥来，你家好哈，你家，来谢谢。啊那个，那个美玲姐有吗？哦，椰干那边出来。还有那个呢，鸡腿肠。对，因为川川饼，他是椰干。哦，了解。山猪肉跟椰干。来，科花鱿鱼一包一公斤，达到六倍的哇！没办法，经过我的洗礼，这个是这样发鱿鱼，啊，这个没有发，这个是没有发的，没发的，来五倍起来哈，这样，但是我还会试试的，踩单车有些两百块来，这两三十倍我发的，这样一包来，一包来，一百块来，鱿鱼科花，一包过来，科花鱿鱼，一包过来，钟姐你来啊，钟姐，来一包过来，进来，扛起来，扛起来。来，各位鱿鱼，来一百块来，哪个有人帮我了吗？小姐，来走。来，阿三，拿到了吗？来，各位鱿鱼，一包一包，出五包两盒。来，各位鱿鱼，一百块都买到了哈，给我钱可以啊。来，一包好，收起来，人给买了。各位鱿鱼，我拢有买了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阿妹吃这里鱼叶干的面啊。来，第二包五包呢？五包呢？再加，再三包呢？几包？有两包呢不？嘿，加两包，加三包，你直接住这个位了。没有啦。两包的。Hello。还在等着。好。下一个。刚才不就卖结束了吗？刚刚是结束，还有。好，你看还有五家人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好，也还有，应该还有。来，这鱼叶干贝起来，刚给你两包我的。这两杯就你啊我啊，这两杯，这两杯就你啊我。来卖你两百，你吃卖卖你多少钱？两百多，吃个十。来两百块来，这鱼叶干真的好吃。来两百块来，小姐要的，两百块呢？去吃两百块，个人要吃鱼叶干吗？来给我。来小姐来呀，两百块。来两百块。来中级要。进中级。来两百块。钟姐今天睡得比较晚啊，来分姐让给来三百块钱，今天干两百块，最后一位了，金价落下，这个真这个哈，这边要哦，没有的了也要，来我这边，分姐帅哥，动动心板出金价，来我家这来，各位。黑胡椒滑蛋牛肉，来950哦，这调理包。哎呀，虾饼卖过了吗？这回去哦，加热就好了。卖过了吗？包了，对，再弄两下。哦，茶包嘞。好了，包了，老了，没。来，后面都是。来，真比较包好嘞，我关起来。张俊杰，你可以包好，包好。两百吗？张俊杰，张杰，来，虾饼。来，一个，一个来，一个，中级粉红小姐，来，春节包三百，一百块来，一百块小姐，一百块，我一个没一百块，还这个客路哦，来，要拿三件来，我一标来，来，谢谢我一标，来，谢谢刚才你。来，别讲黑胡椒滑蛋牛柳呀，兄弟们，真的很方便，真的很好吃，一包不用80块，你们讲还能包过来，今天能包你没包了，没包我告诉你们，我你七价，可以，爱价你们能不能来一包了，100块来，黑胡椒滑蛋牛柳来，来一包好了，来后面也要，一包好，来两百，来牛柳跟爸妈吹起来，两百五，两包来。
牛腿，啊，还有像滑蛋牛肉感官，这个哦，你加了阿胶北风都真正好吃。来一百块，哇，牛肉加，哎，加强小朋友成长哦，来一百块拢有啊吼，哎，小姐要感官，这边晚餐就先吹，我做蛮真实。来，还有加牛肉拢有啊，滑蛋牛肉一百块。这大只啊，今天的宝哥很漂亮，这大只啊，我爸喉咙可以帮你。来三株，来三株在哪边？三株美玲姐要几只？一只，剩三只，我弟爸今麦欠未欠到，去给去干啦，欠一百块。来两盒，再加两盒，最后一盒，来三株到一百块，再加两盒啊！今天是毛林去给啊，美伦啊，美少夫，来。你回去背好了。你夹没人照，夹没人照。哎，鱼头不是有人点吗？有了，走了你。走很久了。鱼头寒生没有，那是什么了？哦，都没有，就是。来，还有加猪排，还有吗？对，还有加猪排没有了。哇，我就是想拿那可能来三两斤，然后来两百块嘞。来，小姐一份，小姐一份，最后一份。啊，二阿你无啊，真大呢。大阿要卖二百，讲搞阿要二百啊。哦，够爽个哇。哦，谢谢。来一个人面，麻烦你了，先生，一个人面，三个客人，应该刚刚好。不要帮我，然后我再给你一包羊肉炉，再给我两包好的蛋挞，不要。帮我找七百。那个大哥说要归零哦，来奥利标来，免五百，免七百，来三百块哇，太神！这多来奥利标好无俗，啊我尽量俗你，这人就来三百块，这半免五，四个三个，这半免两个人给侬，来三百块嘞，奥利标三百只奥利标，三百，三个人给我换，那个买三百，但凡买三个，这人就两百块哇，两百块看看大皮，当作小皮咧卖，都冇用得。来叫一边来三，然后买三百个，然后换一百块。二来两百，二来三个买得。三个客人吃，来最后两个二边，两百块拢来哈。哇，你敢报呢？明天就喊着来，你来不来呢？两百块拢来。张立东哎，这不比三，我都会记。姓张吗？张立东吗？不了不了，毛病了。张立东，张立东啊，今天是张立东三分之一。哦 ，OK。来，别吃海贝大贝啊！有咧沙沙行炒菜来，沙发贝三个人加价，一碗拢我哩，后边不搞，后边包我哩，来两百块我。来，感谢两百。你啊，两百我都。拢几分钟？拢几分钟？大点的，我几分钟啊？我办来，安尼两分。下个礼拜会变冷，对。你要一份，我知道。明天开始风会加强。对啊，他多买两份，我会特别问他。今天早上鱼咬了一条，大家早餐的。啊？鱼咬。今天。菜市啊。今天。对啊，对啊。今天我那个大杯啊。来五百，来五百的。来，大哥，大哥，小姐，三百找你们。来，这样几个客人，先讲一下。好，一个。对，十个。虾子十个。虾子十个。这是什么？来，还有加猪排。对啊，没有别的猪排。猪排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几乎都没。蒜香哦，蒜香，今天摆不出来。哦。哦，有块摆起来都可以啊。来，安尼过来。好，摆拢在前置座位呢。
来，要吃鱼皮鸡鱼哈，来鱼皮两百块，买，较济啊，买，这一只足够鱼皮。200，来，要吃200。200块来了。你现在总共几百？你跟我讲，400，我帮你装一起。来400，帮你装一起。这样好些，我来。来400，帮他装一起。那你把它找一百给他。好，来，只要你100，谢谢。那你要100就好。OK 啦，我可以不给啦。你就不会算一进进袋子里面就好了。那个500的吗？屁呀！来，买两块鱼皮来，一百块我。来，再上来。握我的手。来，公鸡来。来，这边还有两个。来一个。够了，我背了，我也不要背了。来一个。下一个。公斤就是要吃满满满的热量。来，300块一份。两块多给你哦。好。这几人？好，完成。他有，他有。来一百多了了哈，一百拢买了哈，来谢谢，好，来再这个不要的，来鸡排，大哥的，我真的现在来鲑鱼，我一条，86线快速道路沿线两，我一条来，都是高级建筑物，我一条在多少米啊？我一条，我多少米？高雄好地址，都来大楼呢。来鲑鱼卖1800来500块能漂亮的鲑鱼来2片3片给你4片给你来5片给你来这一句再送给你真空的哦很漂亮的鲑鱼哦来500块来6片一个人6片要是鲑鱼的马上快点加强加快速度来500块来最后跟两个人给鲑鱼500块这样都买了呢来阿丁阿布过来来啦鲑鱼给500块来好马上送来500块来这个给够你来鲑鱼还有人要吃来500块，真的好吃的鲑鱼。来最后结了，给鲑鱼，我发的5片6片给你。来最后一位，阿北北鲑鱼也去，我发包，隆重分两鲑鱼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来阿北讲八斤啦，别讲别抓，二龙阿北北来。来阿北讲这小黄鱼啊，三抓怕头啊。阿北讲海产八片，来能发包的，200块来，别能发的。来，爱吃鱼啊，进来两百块。好，哎，过一条，过一条。好。这个小玲玲缺什么？小玲玲。没有缺啊。没有缺了，好。就缺那个米糕啊。嚯，这一样真正奇迹，都无人敢等。哇，够了，后边过我呢，我看安尼啦。哦，你逐个买着，哦，你逐个买着，这鱼也够敢吃尔，我唔惊你看，啊，看辛苦就知影，我搁争取互你看，我老夫输老贵啊，来200块大只了，大只袂哦，够吃哦，煮汤都会使啊，够，来200块来，我先我拍落去，不爱剩尾啊，你要吃啊，紧来，来200咯，哦，真的是好新鲜的，天哪，还给我就好了，来200咯。来200够了，没加强。三抓了，你去看他都要喝起来哦。来200过来，你也要吃鱼啊？你什么鱼啊？你唔知啥？你别吃鱼啊！你都唔知我咧讲什么鱼啊？来200块等，来200块贵贵，我唔知我无多少块钱，我了钱袂袂等。来200块等，来小黄鱼看三抓，来200块等，还没你姐，来200块来，搁一个箱诶。来，最后三样起来200，给这个家珍，真正好吃，给这个猪头，200块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1、2、3，3下尾，一百块帮我买买，100块来了，有买到无？来100了，买到吗？100块，啊，方便弄包包回家了啦。这个什么？几日怎样？有缘旅游，好。星期三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星期日一定会有。啊，星期三你要不要来？哦，为了米糕。好了，明天星期三等你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了解，谢谢，拜拜。来吧，鸡蛋的爸过来。拿给你啊，别讲爸鸡蛋了，赶快来，200块杀好了。来14只，来16只，17只，18只。来19只、20只拢互你啊！来200块一个买到，200元200咯。我手是长条包的，不行。来200块来，200块，大哥来，赶快。今年买到未啊？
来20只，20只，来吧，一样两百块，赶紧拿货。哎，你都不爱钓鱼，我搞法多嘞。来，好啊，你可不可以爱香口？鱿鱼，来，鱼包饭咯。龟骨啊，好了，龟骨剩一箱尔，快。来吧，其他三包快点。拢快点，你来叫去，来，吃叫去，你叫去，我你干脆。哎，修来电多少个几件？鱿鱼没有吗？哎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挪威进里面，5个客人，来200块的，五位郎客。来一个。多谢。那几位啊？刚好五位娘。那里啊？来3、4、来5、6、来7、来5位五位郎客娘，来徐桂堂。谢谢师姐。来徐，好了，请。谢谢。3个，再一个就好了。明天，明天你冬天行吗？来，最后一个了，来进里面200块，最后一个了，不起不养的，来200块，最后一个人给200块吧，没有进里面的各位，200块够了没？加吧，你去就看，我搞你嘞。多干呢，来进工吧，来进工吧，变200块，谢管弄，很漂亮哦。看双品多少钱一下好不好？来3K2，4K2，来200块，来你两个买走，来今晚我买200块，来你两个买走，给你几个给我，来200块 ，OK 啊，也等于差东差西差华山蟹肉，来200块，最后结了，给你来进工吧，来多少来？哦，谢谢，来龙血鱼，今天上面标，回去，没有带出来。来龙血鱼要300块，300块，300。三八，拢话未？啊，几箱以上？讲钱的啊，啊，第一未去做多大啊？我想吃海参。好，这个拢这未去做。哈哈，才500开始吧，来300。哎，龙铁，我是几箱了？哦，你买着了，福气不买着，你买手机膜啊，给来200块。用煎的，这个没有事了。哦，清蒸龙虾多好吃。来，不是吧？刷掉吧。规只三条，只四条哩，啊，规五条哩，来200块，少少两个只来，今年龙铁变200块。五个有，龙铁。来，这边有三个。哦，水光哥哥。来200块，我这个。哦，我猜。来200块。没有吗？哦，停，差价。1、2、3、4，来，好，先慢点收，先慢点收，先慢点收，慢点收。来，我有拿绳的，先给你们，再减少。干嘛收回来？我不管你，你收。你怎么干嘛一直收？不收来，你不全部一样都一直收来。我是少说了。怎么了？500。你买哪位啊？买几斤？500加200。我的罗马片。哦，小蛋姐，小蛋姐嘞。800，大概1000。补完啦。500是谁的？够了，补完就补完啦。你带你们拿错，我们都把钱放好。来，上头发掉。5K钱要不发掉？你好多啊，无？你好多啊，无？发小姐。够了。